12月2日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。重庆交通管理系统呼吁广大市民拒绝危险驾驶，安全文明出行。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健康，系好安全带，开车禁止饮酒，禁止占用应急车道，禁止追逐竞技，拒绝危险驾驶，安全文明出行。